哎，甄姐，那我们这次唱一个什么样子的歌呢？我觉得轻松点吧。轻松点的，复古点的。可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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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有个问题，我都唱了两期粤语歌了，这又是粤语歌。不唱粤语歌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。我为你歌唱，哎，老唱片那味儿。我为你思量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嘿。南屏万重，随风飘送。它好像是吹呀吹进我相思梦。其实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首歌，还蛮有意思的，它有一个像响指舞，虽然我不太学得会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律动蛮舒服的，叫《金风玉露》。哦，《金风玉露》我听过。晚风啊，哒哒哒哒哒，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。这个又很复古，然后又很有律动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学点舞，跟他们在台上互动一下，就不一定要唱，就大家肢体互动。对。导演，就是这个火堆，我们到时候希望是在中间一点的。我们后面有个大的互动，是希望跟它就偏一点，不用左右这么均衡的感觉。这个舞台绝对是目前为止最细致的。露营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，朋友们聚在一起，拿出自己的乐器，篝火 party 这种感觉。咱俩就是出来度假的，然后遇到一群人玩很开心，然后一看，哎呦，好有熟人，来一起玩，就这个感觉。这首歌其实最重要的可能是它的氛围，它的风格。甄姐，你对这个舞台也比较了解，比较熟悉。这首歌弄出来之后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它也是一首比较轻松的歌，那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让大家一起玩起来。每日仙虫草，吃出年轻态，一起加油吧！干杯。晚风中，万岁白露面。